是这样子给大家看到。然后呢，他们的话，那个这个有没有？他们就会互相留言，好、哦，还好，好，拍好再吃好了，就有些画面。来，我们我们有点，好，代表没关系，没有那么早介绍，弟弟没有那么快介绍，你们也可以。好，另外，老师他这个哈，他这个这样讲就有了哈，这个麦克风。好，来我们呢线上的贵宾大家好，谢谢。啊、陈新娘，你要我的复名啦、啊，你要用赖问我哟哈，8253TC。而且等我下节目你再问我，因为我现在在做节目哈、哦，谢谢，好，呀、yeah, ，谢谢我们各位贵宾，大家好，好看爸爸照，汤圈呢特别来到呢我们的斗六市的中正路128号，哇，这家店还挺特别的哈、哦，真的就是很特别，所以呢我们的观众呢就热情的推荐，一定要过来哦，特别来采访。那只猪啊、哦，这个名字叫那只猪了啊、哦，好特别的一家店哦。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环球科技大学，我们呢林静馨啊，是我们的法学博士，经济法博士了啊、哦，也是我们的助理教授，你好，哟，也是我们的老板对不对？出资者啊，出资者了哈、哦，好，谢谢，谢谢了哦。这个能不能请问一下林老师啊、哦？我们这家店呢在斗六市中正路128号。我们这家店呢开多久了？我们这家店大概开了快两年了。哦，这家店快两年了哦。那老师本身是斗六人吗？我不是斗六人。哦，那我知道你在斗六的环球科技大学任教。是。哇，然后在环球科技大学任教教多久了？我教20年了。哇，20年都在环球科技大学哦。对对对。哎，那环球科技大学大概几年的历史？这个学校大概几年？30年。哦，那您这个很重要哎，这个20年的话，那个在国外就是 tenure 了。嗯。哦 ，tenure 就是终身的嘛，算是终身的。现在目前的话，台湾的大学有没有这个终身制？就是 tenure 这个制度？应该是没有。哦，应该都没有。然后。我教了20年了，对。然后的话，老师本身本来是住哪里？我住台西。云林台西。对。好、哦，住云林台西。那您在呢？我们环球科技大学主要是教什么科目？我主要是教法律。哦，教法律哦，哇。那是因为后来有教创业的课程。是是。对，才会想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创业的经验，嗯，才能够把比较正确的一些创业的过程给学生，所以我才开这一家店。哇，这老师很用心呢，你这个叫亲自体会嘛，对不对？对，就是花钱做实习啊。什么事情就是亲自要体验这样子，才不会死板了、啊，太学理了、啊，对对对，对不对？是。对，那我要请问哈、哦，这个我们呢？ Okay.这个林教授一个问题啊，看您个人的看法。是，我们知道有些女作家嘛，哈，他们为了写呢一些呢，譬如说舞女呢的这种生活的文章啊，然后他们自己呢就下海去当舞女啊，去体验一下。嗯，那教授对这样子一个行为，当时候的话被媒体报道，也有不同的意见。那您的本身的意见是怎么样？对这样一个行为，对。哦，体验生活有很多方式。嗯。那是因为创业对我来讲是无害的，嗯，对，但是它会增加我的生活经历，但是当舞女哦，嗯，我以我的来讲是不太可能，因为那个可能会改变我这一辈子的不同的价值观，是是是，伤害到我的一辈子，所以以我念法律的个性是不会这样做的。了解，那老师对那样子的女作家是不支持，就不是你本身，太牺牲了，哦哦，就太牺牲了，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目标，嗯，但是我觉得他太牺牲了，对。哦，所以站在我们呢这个老师的一个立场是不鼓励学生这样的嘛，对不对？我不是很鼓励学生这样子。哦，了解，谢谢哦。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哦，我们呢林静馨，我们林教授他一个想法哦。不过当时候呢，
开这家店，这家店店名也好特别哦，那只猪是，哎，这个就好特别。但是为什么想到猪啊？猪哦，嗯，其实我想要帮猪平反呢。哦，真的啊？就他们吃猪肉，好有正义感哦、吃猪脚，是骂猪头，骂你是猪，嗯、是你们都不知道有多可爱吗？啊、哦，其实猪是好可爱的，猪是很可爱的动物，因为它全身上下，哦、包含它的名字，我们都可以用。就你们怎么看猪呢？大家怎么来看猪？对，其实我说这个刚刚是开玩笑的。是是是。那当时会想要去开这家店，在那只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因为我在学校上的是创业创新、创新、创意创业。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客人，我们其实是希望可以颠覆一些不同的餐厅的一些理念，对，所以其实我们餐厅一直走在创新创意这样的一个路线。哦，对，所以你听到那只猪你会觉得很特别，对，因为我们就是要特别啊、哦，要特别，而且老师呢来到呢我们呢斗六是中正路128号，哇，说真的，我们看这个店里面好像也有猪的摆饰，对不对？哇，我们很多猪，我们包含上面。哇，好多猪的摆饰，这个都是从很多国家带回来的。真的、啊，我去抱一只来一下，可以吗？哦哦，来抱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又又又，哇，这边好大只哦！哇哇，真的，哇，这边也有，来，哇，给大家看一下，哇，所以这个应该都有故事的哈、哦，来，我们看一下。哇，各位，呦呦呦，我们大家热情的来看哦，哇，来到我们那只猪哈、哦，这一个咖啡食房，这里好多猪哦。我们的林静熙，我们林教授呢，要为猪平反。这个都是您到处收集过来的吗？这只最大的猪，有这只最大的，是我们的客人。他说他们家有猪的玩偶，哦，想要放在想要发挥上最大的效益，是，所以要送过来的。哦哦，客人赠送的就对了。对。他、啊、大概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个那只猪咖啡食坊？去年，大概去年9月的时候，他，因为我们那时候正有思考要去做一个不同的计划，然后送过来的。哦哦哦，哇！所以这个很有特色哦，是客人所赠送的呀呀哟。还有这两只，很可爱哈、哦。那这两只是一对吗？对，这是小厨师跟小厨娘。哟哟哟，来，我们这个，把它放在。哦，这只好大只。那这刚好是一对，来，这一对，请呢。我们教授呢跟我们解释一下。你好，志伟，你好，我能来到斗六了，谢谢你进来。哎，我应该把这个画面呢先跟我们的林教授哈、哦、解释一下、嗯、哦，那教授比较很了解哦。嗯，我们目前呢这是我们的 UP 公司，是它这边有 UP 直播，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人啊、哦，目前观看是166位，是啊、哦，因为我们直播的话陆续会进来哦。那这一边的话呢，就是观众送我们的礼物啊、哦。从去年呢10月16号到现在，我们拿到了301万9082，这个叫 UB， 这个是观众送的礼物了，也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然后再来的话呢，老师你可以看到，因为他这种哦直播的话，它是互动式的，是，互动式的话，这个观众朋友进来，他们有的会特别进来留言，对，哦，老师。像这个林燕智有没有？林燕智，他说新竹很热，我现在不在新竹呢，我在斗六哎，斗六啊，斗六中正路128号，有没有？然后这边的志伟，他有跟你说，哎，老师你好，啊，这等于是互动式的啦，所以基本上如果观众他们有留言，那我们也会跟他们解答，或者是问，跟他们 say hello 一下这样子，等于大家有所互动哦，谢谢老师。那这一边的话是 FB 的话，他就会帮我们现场录影哦。然后我也欢迎现场的贵宾，我们看到吴文祥、陈荣祥、林清汉、微风飘雨，谢谢你哦。然后我们的南建中南先生，你好呀，南先生，你下节目后跟我联系。好，我们预定3点到5点，好康拍拍照，谢谢哦。好，老师啊，这人又帮我们留言的有没有 JUN 哦 ，JRN 酱
啊、哦、，John， 谢谢你，谢谢你进来。那老师，那这一对的话呢，又是怎么样来的呢？哦，这一对其实就是我们的厨师。哦，厨师。我们哎，真的，我们其实店里的员工都是小猪。哦，真的。对。那他们都是小猪哈。就是你要好好的疼爱小猪。是。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一家比较人性化的，我们都不会把我们员工当做员工，是把他当小猪看待，好好的疼小猪。了解，哇，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啊、哦！真的，光这个店名呢，光呢，啊，听到呢，我们的林静心教授，对呢，他呢所经营的那只猪咖啡食坊哦，这样介绍，我们都能感受很深哦。那请问啊，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那只猪咖啡食坊？我们的营业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是中晚餐，中餐跟晚餐。做中餐跟晚餐。对，那下午茶的话是六日我们会做。哦哦，六日还有下午茶。对，因为其实斗六的人口，哦、六日的下午茶的人口比较多。是是。所以我们就六日开放。哦，难怪我们今天是礼拜天才会有人在这边用下午茶，是这个意思吗？平时我们也没有做下午茶，因为员工还是需要休息。当然当然，哇，所以我们呢。啊，林教授可以说很体贴我们的员工嘛，哈、哦。那我们的这个店休是休礼拜一吗？我们现在是没有店休。哦，现在已经没有店休了。但是我们如果说、哦，其实因为大家都会累，所以我们会找一个星期会找一天。嗯。那大多数都是星期一啦，我们会在上网公告，就是不定时的休息。哦，不定时休息，所以我们亲爱的朋友，尤其呢，在我们云林斗六的这些乡亲们，你们大家好，如果呢要来我们的那只猪，对不对？咖啡食坊，还是先打电话预约一下比较好，是，对对对，是不是？对，预约我们就一定会服务到的，是是，那预约电话5322679，啊，05532276 79，哇，我们大家告诉大家05532276 79，哇，其实的话这个也是很让我们很觉得不简单了哦，就是对我们教授来讲，因为做餐饮业其实它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你在环球科技大学，对不对？对，当了这个已经20年的老师了哦，当老师给人家感觉就是最少天地君亲师嘛，哦，我也当老师，我觉得我们当老师啊，在台湾哦，我们还是享受非常好的这种社会的敬重呢，因为我们是个 teacher 这样子。那这两种可以说是很不一样的工作哦。然后呢，请问一下林教授，你是怎么去适应这样不同的一个工作的？其实餐饮业很好做，我的意思是说服务很好做，是当你把客人当做朋友，你就把客人当成友哦。因为我其实以前当老师的时候，我也常常让学生去我家，是那你知道学生到我家，他也不是我学生，他是我朋友，朋友把他当成朋友就对了。那只是说学生去我家都是他们自己煮菜，嗯，来到这边是我们煮完之后送给他吃。哦，不一样的学生到你们家自己煮菜，这怎么说呢？用你们家的厨房煮吗？对，我之前蛮常常让学生去买食材，然后到我家煮菜煮饭，我们吃饭的。对，因为我提供场地，提供钱，因为学生没有钱。是是。那他们提供的是他们的专业，因为在环球厨艺系。哦，他们有哦，你们环球科技大学有厨艺系就对了。对。哦，有厨艺系。他们的手艺都还不错。真的哈、哦，哇！所以呢，我们林静心教授哈、哦，真的挺用心的，是不是？把学生当成家人的啊，这个不好意思哈、哦，林老师好像还是单身，是不是？哦，我也单身，我们两个老师都单身，对啊。那老师的话，也是呢，把学生当成像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是甚至，哇，你们好，谢谢，都是我的学生，都是学生哈、哦，哇，你们好，哇，今天也是同学会呢，真的哈、哦，很温馨啊，其实看到这个画面，我们就看得很感动哈、哦，谢谢，我们陈新娘说，老师是最有福报的工作啦，谢谢，谢谢，你刚刚呕漏哦，福报，他是有福报的工作，谢谢，各位有空要来呢。
来找我们的林教授。林教授本身哈，因为我们知道在大学哈，要当到教授，其实都要有博士学位的，这个是要博士哦。我有看到我们林静心教授的博士学位在中国政法大学哦，这个是民商经济法博士，所以这个是在中国大陆的，是不是？对，在北京。哦，这所学校在北京。对，中国政法大学在北京。哦，那您的硕士在哪里拿的？英国。哦，你硕士是在英国，也是读法律的。对。对，好，然后这个当时到北京去拿博士是哪一年去的？我2003年。2003年过去的。哦。那现在就是大概14年前，现在2017哦。那老师的话，什么时候拿到博士学位？2010。对。哦，所以这个博士也花了7年时间。对，因为我们老师，我的第一位指导教授不幸离开，所以我换老师。哦，再换哦。哎，那这7年你是台湾、大陆两边跑，是不是？是啊，是。所以这7年来，在环球科技大学照常在任教，一样，对，哦，一样就是两地跑就对了，哦，好，中国政法大学。那请问一下林教授说，在呢这个2003年那时候是怎么样的因缘，你会到这个中国政法大学那边去拿博士？当时的因缘是怎么样？因为我在英国念书，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大陆同学，哦，那他在北京，他也是政府官员，是啊。其实因为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姐妹淘，姐妹淘，妈姐的好朋友哦。离开之后基本上已经没有再联络了，是，哦，我觉得透过这个方式，我就那6年当中，我只要一去，我也可以遇到他。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友情联系，一个强制我跟他联系了，是是，还蛮好的哦。啊，后来念了之后，就觉得其实，我觉得老师都很好，老师都有他很专业的地方，对，我觉得还蛮收获很多。是，因为也许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不对？他们也可能有这样的计划啊，因为现在呢，到大陆哈，尤其像这样的名校啊，这个中国政法大学啊，在北京，其实越来可能会有对朋友很喜欢去那边啊，去拿博士学位。是。然后能不能请啊，教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有硕士的，就像我也有硕士，哦，我是美国俄亥俄州芬兰的大学英语教育跟双语教学双科硕士。那我硕士的话是，83年，1911，那我1994年拿到的。以我的背景来讲，我是94年拿到的啊。哦，那如果我要带到大陆去拿博士，我大概那个程序是怎么样去申请？我们一定在大陆念他的学校哈，不管是本科、硕士跟博士一样考试。哦，第一个要去参加他们的考试。那他的硕博士，当时我是去香港考的。哦。其实可以透过台湾的夏潮基金会，哦，夏天的夏，夏天的夏，潮水的潮，夏潮基金会，对，它里面有一些资讯。哦，好，他们有在协助我们台湾的学子到大陆去拿硕士博士就对了，哦，透过夏潮基金会。那报完名之后，就是台湾需要。那年比较有趣的是，那年刚遇到 SARS。哦 ，SARS 那一年哦，对，所以哦，印象深刻 ，SARS 哦，完全不能出国，所以我的面试就没有了，因为9月要去，对，那你刚好最严，那个时候刚好最严重，嗯，所以当年我就要考试，我就进去中国政法大学，哦，对，就这样顺利的进去了，哦，那您的意思说本来要面试，面试啊，就考试之后要面试，啊，没办法面试。啊，没办法面试就给你 pass 了，一直这样，那不是因祸得福吗？对不对？也算是因祸得福嘛。是是，哦，对啦，但是这个 SARS 不要再发生了。当然了哦，这个是天灾哦，没有人愿意啦哦。哦，原来是典故是这样子。
哎，这个七年，当时候要去读的时候，知道就是大概七年嘛。其实它是三年，三加一。哦，三加一。可是因为我的老师，第一位指导教授，他在第二年还是三年就过世了。哦，往生了。因为癌症过世。Sorry。所以我就大概延了，delay了大概两年到三年之间。后来学校打电话问我说还要不要继续念，那他给我一个机会，就是我再找另外一个老师，指导教授，指导教授。那运气很好的是，我找到一个指导教授，刚好是我的原本的指导教授的学生。哦哦哦，还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就对了。那就很理所当然，一定收我。是 是, 是。后来就这样毕业了。就顺利了哈、哦。哇，所以也是历经艰辛万苦了哈、哦。有点有点。是，那请问一下林静心教授哈、哦，我想两岸三地虽然都是中国人嘛，但是毕竟还是会有一点差异啊、哦。能不能跟我们台湾的朋友？真的要到大陆拿硕士博士啊，这种比较高阶的这个文凭啊，他们那里的一个求学的一个环境，他们的态度啊，他们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怎么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我本身也是老师的关系，所以我的指导教授其实对我还蛮自由的。对，蛮自由，要自我约束嘛。他是跟我讲一句话说，你只要做好了，我就相信你。但是其实以我当时一个硕士毕业，我觉得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可能没有补到了。没办法，所以当年我就自己也很努力的，我一个暑假就把我的12万的博士论文。把它写完了，这不简单呢。我都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好厉害哟、哦！这个 dissertation 哈、哦，这个博士论文，一般人要准备一年来写，对，一个暑假把它给写完了。你还记得你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写什么？我是写著作权的。哦，写著作权方面的哦，写著作权的，哇，真的。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有潜力，只是在那个当下，我必须要发挥潜力，是把那个潜力发挥出来。那我请问一下林教授哈，因为我们人有时候会这样子，对不对哈？我们追求某样东西，可能我们会又失去某样东西。是、哦、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体力、精神都是一定的哈、哦。那如果来请问一下呢，我们呢林静心教授就说，您呢追求到了我们的博士学位，当然呢有博士学位更能够呢对环球科技大学的学生做更好的服务嘛。对。那有没有因为你拿这个博士学位失去了什么？博士学位没有，因为博士学位其实我是还蛮，我觉得其实老师对我蛮好的，老师对你蛮好的，他给我很大的空间。我只要用我教学跟研究以外的时间去做就好了。是。但是我觉得店，我觉得我开这家店，就真的是让我失去了很多东西。哦，开的这家店，哇，我们各位。哇，我们的优野猫咪你好，凯蒂你好，我Tony Chen老师，在我旁边的呢是环球科技大学林静心教授啊、哦，你好你好。然后呢，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斗六市中正路128号，有没有云林斗六的朋友可以过来哦？来这边，这边好多好吃的东西哦，尤其呢他们的西班牙。番红花炖饭哦，跟着他们招牌中的招牌，然后呢来听呢我们呢这个老师呢跟我们分享哦，开这一家纳智珠咖啡食房，哇，让他失去一些东西，有没有包括爱情呢、啊？我在想，因为我们都还是单身嘛，对不对？单身的人呢、哦，可能就是没爱情嘛，啊、哦，失去哪些东西呀、啊？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所以我跟我家人的相处时间就少很多，就减少了。对对对、嗯，对啊，以前我都是我家里的那个孩子王。孩子王怎么说哈？就是带家人去玩的，是不是？去策划去怎么玩的？就家里的以前的任何的活动我都不会错过。哦哦，每个都是我当中给参与的对吧？但是现在是很多都不能参加，因为错过。因为要这个垫嘛，是不是？哇，所以这是你所失去的哈。哇。那还有当然学校有很多的
部分哈，我也没有办法全心全意了。对，不过我要感谢的是我们系上的主任还有老师，还有包含我们学校的创办人，他都蛮支持的。对，很多老师都支持我们开这家店，因为当我有这个经验了以后，我可以给学生一些这条路不该怎么走，哎，不要去走。不要去重蹈覆辙，是失败的地方不要重蹈覆辙，成功的把它学起来。对，哎，我在想，我们店里有环球科技大学的同学来这边打工的吗？有哈、哦。我们店长今天结婚，所以他不在。是。那我们店长也是环球的。哇。有一位服务员也是我们观餐系的。哦，服务员。对，还有我们的内场一个厨助也是环球的。好棒哦，哇！你看一下，这叫肥水不落外人田呐、啊，是不是？优秀的学生赶快把他找过来啊，这样子啊、哦。对啊，那阿果，我们两位老师都是单身，谢谢你的关心，谢谢。哇，所以的话是很有趣的啦，很有趣啊、哦。其实开一家店哈、哦。是要非常非常的用心的啊、哦，真的是。哎，这边的话，在斗六是中正路128号，离我们呢环球科技大学多远呢、啊？10分钟。哦，10分钟，开车算10分钟。开车10分钟。哦，所以还蛮方便的，还蛮近的啊、哦。那我们店的话，就是平时我们做中餐跟晚餐，我们中餐的话是几点到几点？11:30到2:30。好，我们11:30到2:30，我们中餐时间。那晚餐时间是5:30到9:00。5:30到9:00啊、哦，这是晚餐时间。是哇。然后呢，这个教授本身的话，你是读法律的嘛？哦，这个法律的东西。那你怎么知道餐饮呢？这个我也好好奇啊。我不知道，好像是完全不一样。对呀、啊、对呀、啊，你好，猪猪好可爱啊！你好你好，我们的猫咪，哇，有如果有什么礼物的话，你们帮我们热情的送出好不好？来支持呢，我们这一集好看爸爸照，谢谢，也来支持呢，我们林静馨啊、哦，我们林静馨老师啊、哦，再麻烦大家，谢谢。然后林老师，你也很坦白说你不知道餐饮呢、欸，我不知道啊。可是你真的就是开这么一家有声有色的那蜘蛛咖啡食坊，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用身体力行啊，用身体力行啊。你是怎么样？我的手烫了2个地方。哎呦哎呦，其实我们本来是一个文人的手，但是现在的手是工人的手。美丽的姑娘，对，真的美丽姑娘。然后我在想说，你这两年开餐饮，体重有增加吗？哦，没有。没有，有减少吗？有曾经有瘦过，但是现在新欢体糖又回来了。又回来了。I will be back， 我又回来了。不过自己还是有烫到过了，还是有烫到。对，其实我们这家店开得非常的坎坷，坎坷，因为我不是专家，是，对，所以我必须要从头，我要抛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头衔啊，然后就开始，本来是培养人，但是后来变成培养自己。本要培养一个人啊，来掌管，你在后面只要每天收 cash 就好了啦。本来是希望这样子，但结果没有那么容易就对了，没那么容易啊。所以这个读法律的啊，一位博士，法学博士，然后从餐饮是从零开始。我问你，这个地方当时是顶人家的吗？顶的。然后前面的布置跟你的布置有不一样吗？哦，这布置完全是我们自己从头布置，但是我们没有做太多那个格局的变更。是，就是硬体是差不多，但是布置，哎，包括名字呢？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哦，完全是自己的创意就 对。因为我想一般的人哦，可能不大会用那蜘蛛啊，因为我当时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观众推荐说，哇，那蜘蛛哦，真的非常值得来采访，因为在我们斗六哈、哦，就在我们斗六火车站附近，这边离火车站也很近呢，15分钟走路。对啊，走路才15分钟，哇！我们谢谢田制作，我们的这个赖静婷、陈世明、佑倩。
网红郑哲，你们好。如果来到斗六，对不对？汤轩老师热情的推荐哦。我们这一只，这一家那只猪，你一定爱来哦。阿磊队有很可爱的猪宝宝、猪妹妹在这边哦。然后呢，这是应该换一下。是啊。好，还在桶里面。好，我给他抱太紧了，太危险了，这样。没有。是啊、哦，要大家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好看爸爸照就是哈、哦，把好吃的、好玩的、特别的，然后透过我们的节目让社会大众知道啊、哦，这个就是人生嘛啊、哦。那，请问一下我们这个老师哈、哦，这。经营两年当中嘛，哈，你也呢有经过很多的失败，这个挫折，甚至有时候你自己都被烫到。这样过程当中，有曾经想要放弃过吗？或是家人告诉你说干嘛，对不对？你是 professor， 你是 doctor， 你干嘛要那么辛苦？而且你也没结婚嘛，就一个人。对啊，因为我们没结婚一个人的哈，我们太辛苦，人家都会讲哎、欸。会想说你干嘛、啊？你不要以后哈、哦，啊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哎、欸，我们同学都会这样讲我哎、欸欸，他们真的、啊，他们觉得，因为我个人哈、哦，我也是哈、哦，爱工作的人嘛。啊，同学会啊、哦、都会这样讲。他说我们没结婚就一个人干嘛那么辛苦？有没有人曾经跟你讲这些观念呢？有，我家人，我爸爸从我开店的第一个月就叫我大姐要交代我可以关店。哎呦，你老伯耐寒呢？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您爸爸睡不着，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为我担心。嗯。所以我后来很少跟他讲店里的事情。啊，为你担心就对了，是不是？哇。哇，所以你不敢跟爸爸说，爸爸大概年纪多大了？爸爸84岁了。哦，那非常高龄的，那的确不要让他担心呐、啊。80多岁的长辈哈、哦，脑神经都会比较衰弱，啊，老还的这一点是的确是事实。哎，那你现在还有跟家人住在一起吗？没有，没有自己住。住斗六。哦，你住斗六。哦，好，所以还好。所以就变成报喜不报忧嘛。啊，对。啊，老爸问你，哎呦，你怎么怕的？啊，那只猪哈、哦，啊，这咖啡食房有赚钱吗？有哦。哦，啊，工作有轻松吗？有哦。啊，人客有多吗？有哦。有哦。啊，物件拢卖了了吗？有哦。哎，对，这个就对了，这个孝顺的女儿就要这样子啊。哎，就是好可爱哦。那我请问，再问你一个看法了哦。其实，您呢，花了7年的时间，拿到呢我们大陆北京呢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个博士。就你读博士这件事，家人的想法是怎么样？他们完全支持啊。完全支持。因为我爸爸是老师哦，他本身也是老师，对，所以他都希望我们变成教授哦 ，professor， 哇，爸爸有拿到博士吗？没有，爸爸没有，我爸是大学毕业，大学了，对，所以他把他的心愿你帮他达成了，因为要拿博士其实是不容易，我自己哦。我本来1994那时候就是在美国俄亥俄州芬特兰大学。汤丽倩老师，我两个硕士拿到之后，我本来要继续读博士的，然后因为我妈妈身体不 OK， 那那时候我就回台湾，回台湾呢就陪着母亲，后来母亲身体就慢慢好了，哦慢慢好，但是我就没有再回去了，哦，因为我觉得要拿到一个博士啊、哦，真的不只是自己努力，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很重要，是啊，哦，所以。哦，老师呢 ，Tony Chan， 面对呢这个博士呢，我都会非常的敬重，因为的确哈、哦、是很不容易的啊、哦。那啊、会不会认为说，因为你拿了博士，你把全心都放在你的学业、课业、学术上，在感情上你反而忽略了？家人对你的感情生活是怎么想法？还好，我二姐也没有结婚，我二姐是老师。二姐是老师。哦，所以二姐也是单身。对。哦哦，那你们家是几个孩子啊？我们家五个女生。五个女孩，啊几个男孩？没有。哦哦，有5000斤呐、啊。对。
哇，五千斤，那你排老几？老幺。哦哦，老幺哦。任性的老幺。哦 ，the youngest one， 我懂。然后呢，等于是说，五位里面，你跟二姐是待嫁女儿媳，没嫁嘛，就默默的待嫁。那三位嫁人的就对了。对。哦，算这样子嘛哈。所以有防火墙。哦，哎，那你很好。我跟你讲，我是家里老大，那我就不一样了。我们家哈这样子，我们家有七个小孩，七个小孩，结婚只有三个，对，还有四位没结，我是老大，那我就不一样了，我背的就是历史的罪名，啊，这是真的，因为老大没结嘛，我们家是这样，老大没结，男生，老二没结，男生，老三没结，男生，啊，然后老四没嫁，女生。真的，反正后面的五六七，后面三位有，就我后面的三位都没，然后就变成我做坏榜样，我这个哥哥做坏榜样，你知道吗？那你比较好，你是老幺嘛，对不对？所以没有人说你做坏榜样啊。我了解了解哦。那选斗六这个地方。应该是地缘的关系嘛，对不对？是地缘的关系。哦，因为对你来讲，不管说是到环球科技大学上课，还是来我们这个餐厅，都比较近呐、啊。哦，这是地缘的关系。啊，斗六的话，它的这个生态哦，因为我算今天采访来到这个斗六哦，这个地方它的一个特色是怎么样？斗六，它算一个镇吗？还是市？是斗六市。斗六市人口都不多。十万多吧，大概十万多的人口就对了。斗六市，那老师有没有想过哈？第一个，这个来到我们呢，这个餐厅的这些朋友啊，他们一般怎么会知道我们餐厅？我想大部分都是口碑吧，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太有能力去做宣传。老师没有在做什么宣传。应该是说我们有，但是我们没有太多能力做行销，因为我也要上课。是。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只有 po 斗六这边的社群。哦，斗六的社群就 po 一下。是是。因为时间的因素就对了，是不是？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那蜘蛛咖啡食房哦，我们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在宣传的，就对了。能力不好。哦，哪里的？能力真的有限啊。老师在跟，因为人的关系，我目前店里面请多少位同仁？现在有四位员工。四位，那这个四位已经满编了吗？还是没有编？差不多了，算满编了，四位嘛，哈。因为店很小啊。是四位员工，那员工里面的话有会煮的，有内场外场都有，对。那他们是轮来轮去还是固定的？我们现在小厨师是固定的。哦，厨师内场是固定。小男厨师是固定的。哦哦，所以是男孩，是男孩是小男厨师。现在我们都在训练。哦，在训练，所以以后希望能够这样子 take a turn， 是不是？对。每个人都能够当大厨。对。那教授您呢？我可以啊。哦，你可以啊，但是我会发抖啊。哦，会发抖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丢不发，没有中过，为什么发抖？会发什么？是慌张啊？原因在哪里？是太完美了，求好还是求快？因为平时都是在动脑。哦，你是动脑为主，对，教授主要是动脑为主嘛，哦。对，突然间要动手，那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常常会像蜜蜂撞了墙一样，找不到方向。常常会这样子，对对。哎，那采买这一方面又是谁呢？谁去采买？原则上我们都要请教货。哦，他们就送过来。对。哦，他们送过来。就是大概会采买，大概就是一些青菜。哦。青菜我们会自己去买。青菜自己去买。对，因为自己买才会最新鲜、最漂亮。哇！大家有没有听到？哇，我们的志伟你好！哇，这个有机会呢，一定要来斗六哦，中正路128号，我们那蜘蛛咖啡食坊哦，哇，来品尝一下呢，我们博士呢开的店有什么不一样哦？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哦，博士开的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谢谢。哦，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你平时唱不唱歌？会唱卡拉 OK 吗？已经
久不敢唱歌哦，不敢唱，为什么呢？没声音啊，声音都破掉了。哦，当老师哈、哦，算是我们的职业病哈、哦。我们当老师的，哎，你知道这支蓝牙麦克风吗？我知道，这还蛮不错的。嗯，因为这一支哈、哦，我们只要把它充电充好啊，就可以一直讲一直讲。我现在也是哦，我现在如果哈、哦，没有麦克风，我真的没办法讲话。是真的没办法讲话。老师，来，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来听个歌啦，好不好？再来跟呢我们的林静心啊、哦，我们的博士来分享呢他的店。来，我们来听几首好听的歌曲，哇。可以来，可以啊，老师可以啊，我待会再请你来，大概有八分钟的时间。老师能吃点东西？哎，没关系，我待会吃，因为我刚才有吃了。介绍我们的好，待会要吃什么？我在节目中吃，我先来给大家听听歌。好、哦，谢谢，谢谢。可以。我们欢迎南界体你进来，谢谢志伟，好看吗？宝照来到我们的斗六中正路128号，为你采访那只猪咖啡食坊。你这是西班牙吗？对，方红花炖，好，谢谢。那你把它拍一下，先拍，好。哇，这看起来好丰富哦。哇，我们歌曲后再来介绍一下这一道哈、哦，他们的招牌。梅子、赖正通、房文东，有，刚才大家听了好听的歌哈、哦，哇，谢谢，我们再来听好下一首歌曲啊、哦，然后呢，谢谢林燕姿，谢谢燕姿进来，感谢你，来，我们再来说听声这一首，说声对不起，说声对不起啊、哦。啊，你无心，你无做人，你无做人心，无做人心。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看到，然后呢，他们的话，那个这个有没有？他们就会互相留言，好、哦，拍好再吃好了，就有些画面。来，
代表没关系，没有那么早介绍，弟弟没有那么快介绍，你们也可以。好，因为老师他这个哈，他这个这样讲就有了哈，这个这麦克风哈。好，来我们呢线上的贵宾大家好，谢谢。啊，陈新娘，你要我的复名呐、啊？你要用赖问我哟哈，8253TC。而且等我下节目你再问我，因为我现在在做节目哈、哦，谢谢，好呀，谢谢我们各位贵宾，大家好，好看爸爸照，汤劝呢特别来到呢我们的斗六市的中正路128号，哇，这家店还挺特别的哈、哦，真的就是很特别，所以呢我们的观众呢就热情的推荐，一定要过来哦，特别来采访。那只猪啊、哦，这个名字叫那只猪了啊、哦，好特别的一家店哦。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环球科技大学，我们呢啊、林静心啊、是我们的法学博士，经济法博士了啊、哦，也是我们的助理教授，你好，哟，也是我们的老板对不对？出资者啊，出资者了哈、哦，好，谢谢，谢谢了哦。这个能不能请问一下林老师啊、哦？是。我们这家店呢，在斗六市中正路128号。我们这家店呢，开多久了？哦，我们这家店大概开了快两年了。哦，这家店快两年了哦。那老师本身是斗六人吗？我不是斗六人。哦，那我知道你在斗六的环球科技大学任教。是。哇，然后在环球科技大学任教教多久了？我教20年了。哇，20年都在环球科技大学哦。对对对。那环球科技大学大概几年的历史？这个学校大概几年？30年。哦，那您这个很重要哎，这个20年的话，那个在国外就是 tenure 了。嗯。哦 ，tenure 就是终身的嘛，算是终身的。现在目前的话，台湾的大学有没有这个终身制？就是 tenure 这个制度？应该是没有。哦，应该都没有了哈。我教了20年了，对。然后的话，老师本身本来是住哪里？我住台西。云林台西。好、哦，住云林台西。那您在呢？我们环球科技大学主要是教什么科目？我主要是教法律。哦，教法律哦，哇！但是因为后来有教创业的课程，是是，对，才会想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创业的经验，嗯，才能够把比较正确的一些创业的过程给学生，所以我才开这一家店。哇，这老师很用心呢，你这个叫亲自体会嘛，对不对？嗯、对，就是花钱做实习啊、哦。什么事情就是亲自要体验这样子，才不会死板、啊、太学理啊，对对对，对不对？是。对，那我要请问哈、哦，这个我们呢？ Okay.这个林教授一个问题、哦、看您个人的看法。我们食物呢，哇，美食当前哈、哦，我们这个谢谢，哇，这个也可以现场拍照哈、哦，哇，谢谢老师，哇，来老师，哇，这个是你的招牌的，你们的招牌，哇，谢谢，来，哇，老师这道菜真的是香气盈人呐、啊！哦，来，老师您这样拿着可以哈、哦，您拿着我们就这个可以现场拍哦。老师，你再拿着动吗？可以吗？可以哈、哦，来，我来现场拍。然后呢，是到时候我们就靠近一点哈、哦。然后我们就靠近。3、2、1。好，老师带我们就你再靠近这边一下，我们再拍一张哈、哦。这个哇，这个是他们招牌中的招牌。3、2、1，哇，这一道真的，我看端起来很重吧？会不会热？现在还热不热？还好，真的很好。哟，来，是要帮老师截图，帮汤劝老师截图的。哟，不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每个人的薪水不一样。好丰盛哦。没有。好多虾子，对，帮我们截图，哇，真的好丰盛哦！你看这个可以请他们帮我们截图，哇，谢谢！有人看到虾子好多，来，我们请那个博士呢来给我们介绍这一道哈、哦，哦，这个量很多呢，平时就是这么多吗？哦，两到三人份，这个是哪一道菜？这是番红花炖饭。
好，真的，这是海鲜，海鲜炖饭。哦，豪华海鲜炖饭哦，是，那这个是中锅大锅，中锅，这个才中锅而已、哦。对。哇、啊，这个中锅的话，这样价位多少？它还涵盖有副餐嘛？就是讲，就是一次。哦。所以六种不同的。哦，所以算是套餐，可以两个人吃嘛，对不对？三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所以一个人也大概500块而已嘛，对不对？对，两个人就大概500块。哇，这里、哦，我们虾子真的是很多呢。嗯，这里面有些什么食材？这里面有番红花。哎，什么叫番红花？番红花我真的是不懂哎。对，番红花就好特别。来，我们请了博士跟我们介绍哈、哦。各位，这个番红花这是蛮特别。这个叫做番红花。番红花，对，这个其实番红花就是甄嬛里面的堕胎药。啊，真的、啊，真的那个、啊。红花。红花是女孩子吃是可以堕胎的，是不是、啊？它是舒筋活血。哦，它是舒筋活血。哦，那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在哪边买的、啊？这个我们是在台湾，因为感觉就不是台湾的东西。那这个味道是怎么样？味道闻起来是怎么感觉？好、哦，这个豆它还好，我可以吃一点吗？我觉得不要吃吧，就不要吃哦。要的话泡茶。哦，泡茶。哦，这还蛮强的，没有，蛮浓郁的。所以它是贵，真的。这个、很贵，这个一克台湾要卖4-500块钱，就是食品级的。一克有多少？1公克。一公克啊，这样几公克？5克。哦，那这样子4-500，那这边也要快降2000了，2500了呢。哇，你看这么高档的食材呢，只有在那蜘蛛哦咖啡食坊才会看得到。那我一直很不懂。好，这个加在我们菜里面，它的功能到底在哪里？你可以看一下里面有黄色的，黄色的，它其实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染色功能。哦，所以我们的餐里面是有黄色的部分。有，这个边还是黄色的。对，黄色。有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哦，来各位，您看哦，它这个饭就变成黄色，是这个意思吗？哦，真的啊，有没有它这个饭变成黄色的了？哦哦。所以那个花是红色的，煮下变成黄色的，好，这是第一个功能。那、啊、再来还有什么功能？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香气，你可以闻一下。哦，真的好香哎，真的好特别哦。我跟你讲，哇，真的很香哎。哦，它有这两个功能，可以把我们的食材变成那么美丽的金黄色的感觉。那另外就是它有香气，是不是这样子？哇，所以这种的话，算是我们店里面，的这个招牌就对了。是，对。哇，那时候谁告诉你这个番红花这个样的东西？谁跟您说的？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哈，因为去年2月我跟一群建筑师到西班牙葡萄牙。哦，你自己有过去？对，那因为我西班牙有一些朋友在那边。嗯。然后我的一个建筑师夫人，我们就在一个叫 Seville 的一个城市的机场，他说这个东西很好、哦，那我就想这是什么？好贵，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20几欧吧，嗯嗯，小小一瓶。是，他说这个东西在台湾很贵很贵，在这里没有很贵，我就带回去。他带回去了之后就开始上网 Google，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到底是什么？番红花，那个番的话是番邦的番。红色的红，花朵的花叫番红花。番红花，嗯，番红花。那后来又因为我们到巴塞隆纳，我们去吃巴塞隆纳，西班牙巴塞隆纳。对，我们去吃番红花炖饭。哦，你没有吃？我才突然间想到说，因为我喜欢他吃饭的氛围。哦。它其实更大锅，其实外面的有个更大锅的。哦，有，我看到了那个更大锅。那他吃饭其实是一种很欢乐的气氛。嗯，台湾人吃西餐都是各吃各的。对，各吃各的，一人一份，一个 set 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只要是点这个特餐，我们出餐的方式都是、哦、给我们饮料，先给我们饮料。对，我们就是会让自己去做分享。哦、是是。我希望可以哦，等于大家分享那种感觉。哦哦，这一点比较欧美的文化哦。对。
台湾人吃西餐其实很拘谨，因为每个人都好像我吃我的，你吃你的，哦。那其实分享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知道一样的味道，是去考虑一样的味道，那种感觉才叫做聚餐，才叫聚餐，才知道吃饭，就是吃饭而已。哦，这个聚餐跟吃饭的差别，对，哇，这个我也没有尝过。那个张经理，你拿一个那个好不好？你帮我拿一个筷子，汤匙跟碗。我看，那给我们拿一个碗，我弄一些在碗里面哈，这样给大家可以分享。因为我倒是真的也没吃过这个东西，叫番红花，所以这个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了嘛？对对。哇，台湾也有番红花炖饭，可是大部分都是单人份。是是。那一个人就还是一样，一个人吃一样的。因为我在西班牙，我去过几次哦。我第一次去住他们的那个 Youth Hotel。是。我们那一个 Youth Hotel 刚好也是有餐厅。嗯。每天只要到九点，人开始吃饭，九点。嗯。吃到半夜两点。哎呦，就在那边慢慢吃，慢慢吃。对，那我其实觉得很吵啦，说真的，因为我们台湾人的那个生活习惯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嗯。可是你就会发现，西班牙人其实他是开心的、快乐的。哦，他们吃饭就大家聊天。对。然后像就是吃的像疯子一样。我觉得台湾人少了一个那个氛围，就是放松，真的吃饭。这个开心的吃饭。这个有道理哦，大家吃的太拘谨了，就对了。对哦，拢讲唔敢食啦，啊不得，爱往探听啦。哦，惊讲，哎呦，我食遐济，哎呦，我嘛食遐济，我嘛干了哪里啦？对，哎，这个你们拿去吃，这个就行了。啊，你们趁热，你们也分享。上面会有一个一条一条的，那就是番红花。真的。因为番红花我们它煮起来会是什么颜色？哦，还是红色，还有看到。哦，还是有看到。哦，它那个红色就是番红花。哦，它好厉害哦！啊，你们去分享，每个人分享。你看它这个煮起来，这整个饭真的会变成黄色，这好特别哦。那有些，其实我当时有个心得哈、我去问我西班牙的朋友说，你可不可以从西班牙帮我买回来？他跟我说，你不需要买番红花，你只要买调味料就好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去把它做加工？所以我要用天然的东西。对，来，找不到我说的店。斗六，在斗六哦。老师跟你讲，我跟你讲，在斗六中正路128号，很好找啊。它这个是一个转角啊，转角。斗六中正路128号，那只猪咖啡食坊哦，米克斯。如果再找不到的话，赖我，我跟您说。好，乌鱼奇，欢迎你进来哦。真的好香醇，好吃哎。所以我们的特色就最少两个人来吃嘛，对不对？对，最少两个。我们还有其他的就是一般的个人套餐了，但是就是要点这一道菜的话，就是最少两个人。对，最少两个人。而且孕妇不要吃，真的这么严重吗？真的。其实孕妇是因为她输精活血啦。对。那台湾人不太习惯吃这种怀孕的时候应该不太鼓励大家吃这种输精活血的东西。我们又很担心说，如果有孕妇吃完之后，如果有什么，他怎么样怪我们？对，我觉得其实我们一定要告知他不能吃。但是如果你自己选择你要吃，那是就是你自己的抉择了。对。你看。我们这招单好多东西哦，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今天送的这个生菜沙拉，还有布丁。对，还有我们还有一道那个柠檬薄荷冰沙。这个都是。对。我们还有调酒啦，我们其实在去吃这个餐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加入那个调酒。因为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边吃微醺，微微的醺。脸微微的红，那种感觉，那个就是很
能够怎么讲，可以畅快的去谈论一些事情，不要这么拘谨。嗯，那吃完之后，其实我们的调酒只有2%到2.5%而已，所以它也不会影响到你开机。啊，所以在这边吃饭不赶时间嘛，对不对？嗯，不太来事了就不怎么赶时间。我们也不太会赶客人的，除非我们那天隔天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必须得走，不然其实我们不是很赶客人的。给大家感觉到有回家的感觉。对啊，你们的海鲜很新鲜呢。嗯，是。你们海鲜到哪边买的？我们的海鲜，我们这个淡菜是一个意大利的，专门在做意大利的商品的进口商，他进口的。这叫什么？叫淡菜。淡菜就是我们台湾常讲的孔雀蛤。哦，对，孔雀蛤。嗯，很鲜哦。嗯。很鲜。你们虾子也好大只哎，哎，这成本都很高哎，你看。嗯，对，吃的开心比较重要。嗯。各位，他们的虾子好大只哦，你们知道吗？那虾子是大只的虾子哎。哇。说给他吃的开心最重要了。对对。嗯。哎，那你们现在这个番红花，你都到哪边去买啊？你我通常都是在商业街，不过哦，可以买得到，台湾已经可以买得到了。台湾买得到，可是其实我比较贵，我不太在台湾买。真的？嗯，对。跟你们常出国，这样好可怕。我其实一趟那么贵，一次出国我大概都买好几万块的番红花。真的？对。那你西班牙去几趟了？我西班牙去2趟，啊，都是为了去买东西哦。没有了，西班牙是因为朋友在那边。哦，有朋友在那边。对，你会想要去看一下朋友。哦，对啊，因为我还没过去我没有去过西班牙。人家说我们西班牙治安很不好，真的吗？不会啊，我个人觉得不会，但是自我保护的问题。哦，真的、哦。这个就是番红花。嗯，这种红色的。对。嗯。哦，一干真的美味。这个公寓他们两个真的。老师，那像这种，你怎么煮？你那煮的程序怎么煮？这个，这个的动工比较重要，就是你要煮。其实，在西班牙吃的番红花是有点米心不透，它就是吃有点米心不透，微微的硬硬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不吃做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客人很多人，我有记得有一次，有个客人吃完饭了，跑来跟我说，老板，米没有煮熟的。哎，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那你的米怎么没有煮熟？你们师傅的技术不太好，为什么米心没有透？嗯，我说没有没有，那是因为我们是遵循西班牙番红花炖饭它的一个原则，我们希望你吃到纯粹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可能在地人他没办法吃米心不透的，所以现在我们煮的番红花炖饭基本上就是米心透的，对，就是比较像在吃，我们的米是比较特别的，所以就是吃一个比较有质感的扎实的米，应该是吧？在哪说？你的米好像是长形的，我们是长形的，它的淀粉质比较没那么高。哦。有考虑到这样就对了。有，我们已经找了很久了，因为台湾的帅丝米很多都是，台湾的本地的米很多都是淀粉质很高，就是适合煮粥嘛。哦，对啊。啊，可是呢，在炖饭里面它就会变成它是饭不是粥，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特别的寻找适合的米。我们也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米。哦。所以我们那个米是不是刚开始先把它煮好？是不是？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我们这个西班牙番红花炖饭要提前预约，因为我们必须要当场做。哦，当场煮的。当场做，你必须要花20分钟到30分钟时间。哦。那其实，在一个餐厅里面，我们不是走高价位的，我们是比较属于中低价位的，中价位啦，不要讲低价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大家都可以负担得起啦。对，我们没有办法一个厨师在那边煮着一锅饭。所以我们必须要提前预约。哦，是这样。对。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都必须要提前做起来。所以各位，真的好吃。你们来的时候哈，能够先预约最好了，先 make a reservation 这样。那你每次去西班牙去一趟，都待多久？
老师带过。我上次自己自助旅行待了大概十天吧。哇，你自己自助旅行这样飞过去哦？那时候是因为在法国，那我同事他们都先回台湾，那我自己去希腊找我朋友。对。好独立哦，姑娘好独立哦，这样子。不是姑娘了啊，大姐是中年人了。没有，那你还是比我年轻啦，对不对？在我的面前是姑娘，我六一啦，一九六一啊。哦，有略小一点。对啊，对，我一九六一。虽然你在我的眼里面都是姑娘。谢谢我们老师，突然间看到这些小孩，觉得自己变老了。哦，就还有一个年长的在旁边，长辈在旁边这样，长辈可以保护你这样啊、哦，谢谢，真的好用心的、啊、哎，这样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番红花哈、哦，这个炖饭、哦，这是巧克力啊，西班牙，对，这是西班牙的调酒，还有，那就是微微的2%到2.5%的，真的、啊。对啊，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早上才泡哈，所以它那个、水果，它基本上是用水果，水果用酒精烈酒把那个水果的甜味把它吸收出来。哎呦，所以其实到泡完水果是不吃的。哦，是这样子啊。对，我们其实客人也很聪明，都不吃这个。哦哦，这个好特别。哎，要不要帮你倒掉？可以啊，我把它喝完就好。好好好。所以老师，你就用一壶让客人们分享，自己吃自己喝，就你们怎么喝不关我们的事。你们要四个人六个人，那也是你们自己选择。哇，振华，振华，哇，这个美丽的美食，你们一定要记得来哦，来到我们的斗六，在斗六火车站附近呢，你真的一定要来这一家。他觉得我太胖，那我就不会吃。好特别。真的很特别，其实喝不出来酒的感觉了，还好一点点。它很少，因为我在上面应该是加太多的那个气泡水了，真的哈、哦，所以酒味没那么重。哇，然后你看一下，这套餐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哦，我们来看这一盘，哇，这个我刚才一直在看哦，这为什么那么特别？这个是哪个国家的国旗啊？这个国旗是哪一国啊？是法国的国旗啊！啊，你去哪边拿那么多国旗啊？哦，买就有。真的买就有啊！对，所以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是怎么样的东西？这个就是波卡迪奥。哦，波卡迪欧。波卡迪欧是意式的西班牙三明治。哦，对，其实你看很多意式餐厅都会看到这些东西。哦，来，这个波卡迪欧，我们拍一个照好不好？这个好可爱哦，三二一，哟，再一张。我跟我们教授一起来，三二一，哟，正华，这个不算意大利餐厅嘛？不是。它叫做那个那只猪，是地中海啊、哦，是地中海，对，叫地中海，哦，地中海比较广的感觉了啊、哦，对。然后，请问一下教授哈、哦，这个的话很特别，这里面有什么成分？这有青酱，好、哦，青酱我们看到，然后有番茄，还有马苏拉，就是哦，这种去死，它、啊、上面这一个呢，最上面、就是橄榄哦，涂上那个 balsamico 哦，就是意大利陈年的葡萄醋。哇，好特别！但它这个会不会辣？这个辣不辣？不会不会不会辣，这是不会辣的。您可以吃那个橄榄也可以吃，是不是？可以。那再加一个法国国旗，所以每个客人来都会弄一个法国国旗啊、哦。没有啦，偶尔是随意啦。哦，随意刚好有国旗啦，这个国旗可以带回家做留念这样子。哦，试试看。好，我们来试试看。这橄榄是怎么来的？橄榄是买的。买的哈、哦。对。它是应该是一起吃吧？你要是单吃一个会有点酸，咸对，你要一起吃。嗯。它整个味道是搭的。真的。所以你是要一起吃。嗯。哎，真的呢。一吃就不一样的感觉，嗯，哦，
那个搭配的就刚好。对对对对。嗯，搭配的刚好。这个真的也算地中海食物是不是？对，广泛的地中海。嗯。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希腊、土耳其，都是西班，都是地中海。地中海。像这个，这个是点什么餐就会有这个东西吃？哦，这个就是点我们的特餐呐、啊，就是刚刚你吃的那个炖饭特餐，嗯，就会有，它是里面的副餐，全部在里面。对，那一个人是几个？我们的中炖中锅的是四个。哦，所以两个人就跟一个人是两个吧，对吧？对，那如果是大锅一个人，我们总共是给八个。嗯，那我们这样套餐吃起来很饱，一定会很饱，一定吃得够的啊。其实是真的很够，绝对吃得够。谢谢米米，米米。嗯。你们这个面包也烤得很恰当啊！你说真的，很有那个面包那种香味，也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嗯。老师，请问你，我在眼睛看的是菜包米吗？哦，不是，这是烘蛋。哦，真的、啊。汤匙。啊，这边有。啊，这是烘蛋，西班牙烘蛋。哎、欸，真的，这个不是菜包米哦。不是啦。哎呦嘞！你看，那我那有菜包米。来，另外没有。这个烘蛋哦，它这里面的话加什么东西？时蔬啊，时蔬马铃薯哦，时蔬加马铃薯，那个好吃啊！哎，时蔬是一个什么东西？时蔬哦，我们大概时蔬就是当季的青菜加上菇类，因为它可以解腻，嗯，所以有菇在里面，它可以让你的餐吃起来不会这么的，因为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蛋，最主要是蛋，最主要是蛋。哦，时蔬我知道，就是啊，我们烘蛋真的来说真的比西班牙好吃太多了，嗯，真的好吃。哦，这里面有时蔬，有蔬菜，有马铃薯，还有我们的蛋。哎，这烘的是什么？是有个机器上去烘。我们用烤箱。烤箱要烤几分钟可以吃够？烤到12分钟。嗯，我们是全烘蛋，就是全部的作业的内容都是在烤箱里面处理，所以要花很久时间。嗯，它是那个李培的。好特别哦！虽然我们这边吃饭就一道菜一道菜帮我们上嘛，对不对？对。嗯。然后这个是金瓜，这是南瓜，这是南瓜，我们的配菜啦，就是很我们用在地化的食材，这是我们云林县自己产的南瓜。我个人蛮爱吃南瓜的，应该很甜，这个感觉很甜，很够味。嗯。嗯，老师，你自己最爱吃什么？你这样每天在这边这样子，你最爱吃什么？我最爱吃炖饭。哦，你最爱吃炖饭。刚才我们吃的炖饭。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机会难得啦。嗯。因为一次要分一大份。刚好要有人来哈，一起分享。对。嗯。这种炖饭太小就没办法煮，实在太麻烦。可以，可是。小的话，我们基本上哈很难有那种炖饭，因为一份那你要炖十几分钟，其实它没有办法炖住。它第一个它的量太小，第二个是大部分都是会用那个半熟的半熟的，它没有办法做炖这个工作，因为如果十个人同时点的话，我必须要十个锅子，太可怕了。哎，我们的考量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走大锅，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米下去炖的就对了，是不是？我们这个炖饭是米从生米下去炖的，
所以它有那种凉凉的那种有淀粉那种黏黏的感觉。哦，难怪，那我懂了。我刚开始不懂，说为什么哈，我们呢，西班牙呢，番红花炖饭是我们的招牌中的招牌，在别的地方可能真的吃不到。嗯。不过其实你在西班牙你也吃不到了，因为西班牙的，我们真的是把它改良成台式了。嗯。对，所以有些他们来这边，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的炖饭没有黑黑的？西班牙的炖饭其实蛮黑的。哦哦啊你。嗯哦哦。哦，他们是吃烤焦的，是不是？哦哦。因为其实炖饭，西班牙番红花炖饭在西班牙就是平民美食啊。哦哦。啊，平民美食你怎么可能花太多时间去做？哦，是这样子。对啊，我记得在西班牙一个炖饭十欧啊。嗯。以西班牙那边的人那个人力成本。十欧很便宜，他不可能给你太多的太好的品质，除非你去大饭店。对，我们是小中产阶级，没机会去大饭店。对啊，可是我们哎，十欧的话，台币多少？300，当时去是大概36，现在大概33嘛。嗯。那也330呢。那西班牙的人力成本很高啊。哦，我知道他们那边。欧洲我知道，什么都要钱的，我知道。对。对。我去过，好可怕。对。什么都要钱，没有福利的，水也要钱，上洗手间也要钱的。对。哦。谢谢老师在帮我们介绍哈。那眼前有看到这个是沙拉吗？这个也是给大家分享哈。哎，那沙拉其实就没有很特别了，就一般的沙拉。一般沙拉哈。生菜。哇 ，salad。水果沙拉。哇，我们来拍张照好不好？来哟。用3 2 1，我们再拍一张。3 2 1，有这个沙拉。沙拉我们每天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我们会以当季的食材为主。就拿个盘子。好。就不一定每加入水果，一样加入水果，对。哦、因为沙拉就是要吃清爽的啦。嗯。来，我这样，谢谢，没关系，我用这个吃就好。我用这个吃，啊，给你们，我们来，哇，放太久了，哦哦，酱有点水化了。哦，我们有水果就对，哦，里面苹果嘛，我又看到苹果，好，放一些。我应该，为什么这个是好的？跟汤小一样好用。苹果啦，然后你沙拉里面有那个这个，啊，可以啊，可以啊。如果说厨师可以啊，好，我们的服务人员，可以啊，可以啊，店长什么的，负责人也可以，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好。好，来，啊，这些你们拿去分享吃哈。来，我来看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的沙拉了。对，好，真的哦，真的哦，这可以吗？后来好了，现在变成了花和。我们这酱是什么酱？我们这是胡麻酱加和风酱，我们是用混合酱。嗯。然后吃起来那么有特色。对。一般我们像以这种那个番红花炖饭特餐，一般我们在出菜的顺序是先出什么？出前餐就是生菜沙拉。你生菜沙拉先出，然后面包就不卡蒂尔刚您吃的那个，再来就是汤，汤比较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们也不太有时间去做特别的汤。那其实斗六这个比较能接受到就是鲜奶油的汤品。哦。对，等一下可以再跟您服务一下。好，鲜奶油汤品。然后柠檬薄荷冰沙。哦。炖饭。哦。萨格利亚就这个。嗯。还会有一个甜点。嗯。我是说你叫你先来会哦。就7道菜。那吃起来很饱了。很饱很饱。大多数吃完以后都说很满足了，嗯，也吃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一般的店吃不大到。我们真的有特色的地方，因为在斗六地方哈，对对，甚至到特别的，嗯，托尼老师有那个慧根的，嗯嗯嗯，在下面讲的哦。
所以想请问教授，说你当时决定开这个店，就要走这一种比较特别的风格，对不对？对啊，对啊。但是一刚开始还在抓方向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特色，是慢慢的抓到，找出来特色，找出特色。不过可能因为我不是专业出身，所以我们要开店才开始找特色。那、啊、这当中是不是也尝试很多东西，自己要试试看？有尝试过，曾经还做过剪纸。好吃吗？好吃。我觉得你这个酱很特别。很特别啊。啊，不能告诉你啊，那是商业机密。我那是个机密，因为这种酱哦，很香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酱，不会讲。好吃就好了，好吃真的，其他就不要问了。这个酱真的好吃。嗯，重沙拉酱每天做吗？对。沙拉重点就是食材嘛，所以食材一定要新鲜。啊，其实我们的员工都很能够理解我的理念啊，就是我们做好东西。一刚开始，其实很多员工不能接受，他们会觉得很麻烦，每天就搞干了。后来慢慢的，他们也懂了，因为做好东西，当你的家人来吃的时候，肉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的。嗯，有那个荣誉心啊。因为我觉得斗六它不是一个大都市，大都市吃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就不奇怪。嗯，对。只是他们叫斗六。你有开吗？哦，有，我看到了。对，能够吃到这样，而且本身还蛮平价的。那聚餐呢、啊？哎，哪些时段是我们比较忙的时间呢？就像今天中午忙到，本来不知道能不能。提前 setting 好等你们来，对，还好我们今天的那个，我们今天的整个出餐都很顺利，所以就来得及再去做那个清洁的工作。嗯，没有。你看你这个沙拉酱真的我都不敢浪费，那真的太美味了，真的太美味了，好特别，哇！谢谢 Tony 老师。然后你看，老师真的享受美食啊，真的好吃。对啊，你都在吃，我都没在吃。对啊，你呢？我都饿了。啊、哦，真的，真的，我都不敢请姑娘一起吃啊。啊、哦，狗你话哈、哦，真的好吃。各位，哇，我们慵懒的猫啊，我们 guest， 欢迎你们进来，谢谢。我现在位置呢，在斗六是中正路128号。哦，这是环球科技大学呢，我们林静心博士他开的这家店呢，那只猪咖啡食房哦，老师啊，就是推荐给大家，哇，谢谢我们呢，林甜甜、林锦祥、杨登贵，谢谢，谢谢你进来，哇，哎，所以你看，你这样就有三种喝的嘛，嗯，哦。我来喝你们调的这个调酒。哦，这个就是，哦，桑格利亚，桑格利亚，嗯。啊，像这个你也自己都会调的嘛？调酒你都会调的。我都会啊。其实这种东西哈、哦。它并不难，重点是你要怎么去，怎么说，做出自己的特色。那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水果。嗯，对，我们那也其实说水果也没有什么太大特色，就是要记得每天要切，每天要泡，提前24小时泡。哦，水果要先泡。我们基本上正式桑格利亚它是要先切啊。哦。我刚刚说要用酒精把它的水果的甜味把它。吸出是它的饮料里面就会有甜味，水果的甜味有真的有，有空可以找他。那我们今天没有泡很久，虽然那个味道还没有全部都释放出来。那我们再去要点酒，用什么酒？我们是用
君度陈酒，这不知道是啥意思。哦，这个也是，这个酒也是算上，也是啊，真的真的。啊，但是你讲没关系，我们也听不懂，我听不懂，听不懂什么君度陈酒哦，这是很特别的，对不对？用名称君度陈酒，君度陈酒没有特别，就是。但是你觉得要用什么？如果不知道，就用绍兴酒、用米酒、用红酒，那就不对了。君度陈酒本身就是一种陈酒。陈 orange， 哦 ，orange， 它有点那酸甜酸甜的味道，嗯，再加红酒，对，这是我们的基底酒。哦哦，哇，真的，你也是美食专家了，你也是法学博士又美食专家，这样唯一的缺点就是没给安家拍给，你知道吗？也不用了啦，对，有这么多学生。不想嫁了，也不想嫁了，对吧？卖给啊，卖给啊，啊，我再卖给。小康，你啊，这搞啊呢吼？哎，有时候人家说女孩子太有能力了，会不会让那个追求你的人反而就不敢追求？会不会有这种特质？还好吧，应该还好。真的应该还好。哦，真的，我们看我们这个林静心啊，哦，我们林博士 Dr. Lin， 哎。我要求你，你本身你是读法律哈，对，那什么想说去做法律方面？除了当学校的教授，然后再去做，比如说律师啦，或帮人家打官司这一方面的。没有呢，但是我本来想要当政治人物。哦，你对政治还是比较有兴趣。因为之前在立法院哦待过。真的哦，本来想当政治人物。哦，这样子啊。哎，对对对，他们有时候就从助理，然后开始慢慢学习从政哦。对对对，我的老板叫我去选村民代表先。啊，你还行了算。那时候才刚硕士毕业而已。啊，哎哎，对呀，啊，不然行算立定嘛，下面丢了林长、里长先选呐。对对对。啊，但是还是没有踏入政治。后来就来学校了。哦，因为主要你会来学校哦，主要是要来学校。其实以当时一个硕士毕业来学校是最安定的工作。二十年前哦。二十年前了哦。因为你说你在学校二十年了。对。所以算二十年前。二十年前。哇，二十年前，我看我美国1994也差不多，差不多我美国回来，啊，我美国回来我是走补习班，不一样的，差不多我们不一样的路线，你的比较好，因为你的那个赚钱比较多，那个时代是赚钱比较容易，但这个时代也未必，因为整个时代在改变，我觉得哈，当时我知道说您是呢环球科技大学的这个啊，老师哦，然后我就很讶异，你知道吗？因为这样子的背景哦，让我们很特别，就是说我们的博士来了我们的斗六中正路128号开这一家纳之珠咖啡食坊，其实这两个就很特别，所以我觉得你本身太有故事性的。你知道他有故事？对，我们同事都说我是傻瓜。真的，他有故事的，对呀、啊。尤其呢，这个吃的东西专做吃的，他是在搞缸哎，就搞缸啊。你要准备很多东西。要坚持，坚持不住，马上就变掉了。是要坚持住，坚持坚持。所以各位贵宾，我们今天好康爸爸照对不对？特别呢来到我们的斗六，真的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然后呢评价，因为呢它本身不是很贵，如果很贵的话，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说，哎呀，这好假，但是我没有负担不起。我看他的那个个人套餐200多块而已，220、240、260，对不对？对。哇。然后的话，这个其实每个人要怎么吃啊？你意大利面套就是套餐嘛，都200多啊。对。所以一般的话，像我们这种男生来点个套餐，一定吃得饱。嗯。对不对？不要是大学生男生，大学男生可能会觉得比较不够。嗯。因为他的食量很大。是是是。像我这样应该够吧？像我，我一定够。我刚才吃菜已经吃得蛮饱的了。我现在不晓得这个套餐，我有几道菜还没吃的。我跟你讲，我已经觉得很饱了哦，真的。所以真的是很平价的感觉。另外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我知道我们店里面有黑米饭，这个我们有听过白的啦，哈，也是那什么石谷米啊。好啊，那你这个米真的是黑的吗？对啊，这怎么这奇怪的呢？哎，这米是黑的，你知道不？哇，后面
好，我自己拿。好，那请那个我们呢，博士帮我们拿一下哦，拿这个黑米饭。哇，这个嘛叫特别的哈，因为黑米是黑，哎，真的它是整个是黑的。它是黑米，它是糙米，黑色的糙米。真的黑色的糙米。有人把它跟紫米混在一起。对啊，紫米，可是紫米。紫米的话是圆的，对对对，有那个哇，哦，紫米是圆的哦。这个这种米有什么特别啊？这个跟煮白的米一样吗？煮是一样的煮法吗？它煮是一样的，可是它出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就是糙米。哦，它是糙米哦，糙米哦，所以它做出来的话，它会比较口感上。咀嚼上比较会有口感哦，这样子哦，而且它有香味，它有花青素的香味。哇哇哇！所以我们有卖这样子的饭，一碗20块是不是？那是单点。单点嘛，就只有买饭而已，就对了哦。但是我们不太，基本上也不太有客人会进来吃米饭而已。对，那它是炖饭。哦，也是用炖饭。对。啊，所以是用这种黑色的去炖。对。哦哦，大家有看到哦。哇，这个呢也是呢，我们蛮有特色的一个东西哦，蛮有特色的。哇，谢谢。所以整个菜单哦，你看它这整个菜单哦，那蜘蛛咖啡米法啊，那个食法，这整个菜单，你们这个 QR code， 这个 QR code 是怎么使用 ？QR code 是我们的脸书。哦，你们的脸书，我们有专属的脸书。那我们如果观众朋友要加入你们的好友，打什么关键字可以找到？那蜘蛛那咖啡，那蜘蛛应该就找到了。那蜘蛛啊、哦，来，那蜘蛛就找到了。来，老师，我来试试看哦。我这边还有一台，我来看那蜘蛛。那蜘蛛就看到了哈。那左转7点过后不能左转，太夸张了。那蜘蛛，就这是你2年前你的创意，就完全是你的创意。哇，好。我们来试试看那蜘蛛。现在我们粉丝专业有多少人？我们现在有两个粉丝专业，一是一年级会，说白一点的，按赞的大概2000多位，有2000多位哈、哦。好，我们来看那蜘蛛哈、哦。这里也有。来，各位，你们现在线上也可以哦，加入那蜘蛛那安娜。真的，我是觉得那一只猪啦，叫那蜘蛛。那只，那只没错哈，那只的只了，就那一只猪的意思，叫那只猪。哇，你看第一个就找到了，全部就是你们的、啊。哦，没有人跟你们一样的、啊，有那只熊，那只牛，你知道，就是没有那只猪啊，人家不敢用那只猪啊。对啊，我觉得太创意了，这个名字太创意了，来，我来按赞，来追踪，哇。加入我们那蜘蛛，哇！咱们按抢先看，哇！所以我们各位好朋友，哇，来到我们斗六中正路128号，对不对？啊，这个那蜘蛛呢，这里呢有好棒的我们地中海的美食啊、哦，欢迎大家事先预约啊、哦，事先预约。然后的话，预约电话055322679，055322679，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这位观众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个这个健康的知识，这个曾永明怎么说哈？紫米跟黑米含特别丰富的花青素，养颜美容又健康。哇，真的、啊。哇，哎、欸，曾永明啊，您到底进产销，您在怎样花青素啊？那些老师假蜜多，我们怎样有花青素呢？因为您说好厉害哦，我们的观众朋友哦，可以说好厉害。那我们 UP 的贵宾，我们有1309位，哇，也谢谢1309位，谢谢谢谢啊、哦。那想请问一下我们啊、这个教授。店里面的话，还有谁待会要接受我们的采访呢？哦，我们可以请我们的负责人，周伟强周先生。好啊，好啊。小厨师吗？好啊，可以啊。小厨师才20岁而已。好啊，好啊。他可以把餐做得这么好吃。是是，那也这个再次谢谢。
我们林静心啊、哦，谢谢我们的博士，我们的 professor 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啊、哦，这个就来访问我们的其他的这个同仁哦，好，然后呢，来谁要先？你好，你好，欢迎哟，你好，你好。谢谢我 Tony Chen 老师，欢迎 Tony Chen。哟 ，Tony Chen， 哇，那你上电视以前有上过电视吗？东森。哦，东森有上过，那时候是什么新闻？啊，这麦克风可以给你用。哇哇，专业。哦，对啊，因为我们这是 UP 直播，我目前有1313，你看一下。对对对。哇，您来的话，帮我们增加人气，人一直进来。哦，因为刚才是跟我们林静心啊、哦，就是我们的负责人，也是我们环球科技大学的我们的老师啊、哦，林静心。那你也是环球科技大学毕业的吗？啊，不是，我是云科大毕业。哦，云林科技大学，对对对对，同样是在地啊，对不对？对，是在地。哦，拢在地啦，拢在地，云林人就对啊。对对对对。啊，你阿里是忙在斗呀？我现在就在斗六这里。住斗六，啊啊，晚上都跟谁睡？你自己睡啊。你是单身哦？我单身啊。没有人陪你睡觉哦。对，就是。哎呦。工作到非常晚。哦哦，工作到很晚。工作非常晚。哎，你们的店里面好像他跟我说，你们晚餐是5:30到9:00。对，是。那你们要忙到几点离开？我先说明一下哈，是在下跟这个林静心老师是学姐跟学弟的关系。哦，学姐跟学弟，那一定是他是学姐，对，他是学姐。哦，他一定是学姐，看得出来。那你是学弟哈、哦？是啊，是啊，是啊。对，就是因为学姐有做创业，有做这个产品，我们才有机会认识。是是。那创业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吗？当然当然，只要是人想赚钱的，想要学习成长，都可以创业。对不对？那你来到我们那蜘蛛这个咖啡食房多久了？来这边工作多久？我这个工作是这样，那么我是在云林做水果冰棒。哦，水果冰棒。春一枝。哦。对对对，大家一定要听过水果粒冰棒。水果粒冰棒就是只有用水果来做的冰棒，完全没有添加任何。那么特别，真的。哎，等一下，你有机会知道啊。那有机会我们去采访，我们很喜欢采访特别的啊。哎，我给你一张我们的名片。哎，因为我们就觉得，其实平时我是不吃冰棒，因为我觉得里面都是色素。我讲的是真心话，我这个人啊，假戏，你知道不？我觉得人啊，吃也吃不了多少。我的观念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少接触那些化学的东西啦。哦，所以我本身是不吃冰棒。你跟我说你们的冰棒没有化学，你都用水果，我那觉得还很特别。谢谢你哇，我刚刚真的没客气，我拿到了那个。是是是，没问题哦。如果说我们这个节目是好康爸爸照啊，哦，如果说你愿意我们采访。他也可以来约时间，所以你本身有自己的事业是不是？是是是。啊，现在还在做吗？啊，当然了，还在做啊。那你怎么两个地方都可以上班？这边也上班，你自己做冰棒也做，那怎么做？对，我还有一个设计工作室。哎呦，那你是不是有分身啊？你是不是宋七力的徒弟啊？你一个人怎么那么厉害？那你告诉我，你来我们那蜘蛛哈咖啡食坊，你上班时间是什么时候？我的上班时间就是现在啊，对，我从西罗赶回来，对，到这边我陪同大家一直到下班休息。真的？对对对对对。对啊，啊，那我问你，那我懂了，那我们节目做完了，你也就离开了嘛，是这个意思吗？没有没有，我的心一直都在这里，都在这里啦。这个当然要跟大家有机会解释一下。是是是，劝老师让我有一个跟大家介绍我在做的事情的机会。对啊对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第一个呢，我这边就是一个餐厅，那我协助这里做行销。哦，顾问工作哦，行销顾问也是做设计，他们的店内的设计品啊。然后，因为我本身呢在云林这里，我的强项就是有机无毒的蔬菜跟水果。哦哦，对，这是你的强项。对对对，所以因为透过大概有5年的时间在云林县拜访许多的有机农民跟无毒友善自然的农作物。对，那今天有机会，你看我的餐厅要吃到好的食材。对不对？那不容易了。对对，真的有一些叫做不惜成本。对对，一定是嘛，我们要选有机无毒的这些食材，
价格一定会比较高，对不对？这是一定的。对，那这就回到了静心老师的理念，哎，我们这个麦之珠的创办的理念，要做有机无毒的食材吗？那要用什么样的食材才是来入菜最好？要用最好的。哦，对对对，那当然我们并没有告诉您说麦之珠你知道的水果蔬菜一定是有机，但是在我们的挑选水果蔬菜的标准里面，要选好的，好，要让客人知道我们想要吃的，所以选什么？选黑米，黑米的成本高嘛。我刚刚在上面留言说，黑米有花青素。哦，这是你帮我们留言的、啊，哦，难怪你这么认识。啊，这是你本名吗？曾永明是你吗？是啊，是啊，是我。哦，你好，你好，谢谢。对对对。好，所以不是成本的考量，而是今天你要做一个餐饮业，如果希望呢，你要跟旁边的商家差异化，你的料理的方式，你要走的料理绝对不是就是一个99块、50块的料理，你要走的就是它价值跟价格是相当的。我觉得来到这边真的物超所值啊，因为我本身住台中嘛，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像黑米炖饭套餐200多块，其实200多块也可以吃到很多特别的东西，我觉得很真的物超所值四个字。对，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去一间店，像这个在地的小店，有时候我们吃的是名气，是，对，可是我们真的其实我们要吃到的是好料，对，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当地人推荐来一间店，我们会想要去。所以像我有在办那个旅游活动嘛，我在带团到德六来，是，哎，我们一定会到那个斗六的那只猪，是到斗六的那只猪。除了当然是朋友的关系，其实会带人家带团过来，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这个地方所经营的这个特色料理已经相当的有自信，相当有自信啊，而且加了那么好人家嘞啊，意难忘啊，很难忘记啦，没忘记嘛，忘不了啊。下次来嘛，跟哦跟艾哥来啦，来斗六那只猪啦。对啦，是是，哇，老师递过来，让我们可以自我推荐一下。有有有，对对对对，好，我们这样拍得清楚吗？是，可以。好，我们哇，给大家拍一下。这是我们的维果利冰棒，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镜头。是是是，这是维果利冰棒。哦，对，你那个维，我看看是怎么写。唯一的维，唯一的维。对对。啊，果是水果的果。果是水果的果，对对对。对啊，栗呢？啊，就是那个果粒的粒。哦，果粒的粒。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哎、哦，这个推荐给大家，我推荐给大家。是啊，回果粒，对对对，回果粒冰棒。啊，就是汤俊泉老师也给我这个机会啊、哦。对，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支冰棒。对它，它到底特别在哪？哈、哦，对你讲别客气，我看你后面都有那个哈、哦、写的很清楚哈、哦。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正华要吃啊，他这个维果粒冰棒，他的特色到底在哪？好，那我想春明老师在看我们的那个产品后面都有附标示。对呀、啊、对呀、啊，你告诉我新鲜水果，我就觉得好特别。这个冰棒呢，它是新鲜水果。这一支呢，你有看到它上面有黄色，有红色，哦、它是西瓜芒果，西瓜加芒果，西瓜加芒果去打的就对了。对对对对，你西瓜加芒果，你还强调说不含任何化学香精色素，完全绝对没有化学成分，对，好特别。尤其是浓缩果汁也没有。什么叫浓缩果汁？浓缩后再还原，对不对？是是。我们的制造流程很简单，很单纯。水果买来，哦，对，水果买来之后，让它下去变成是果汁跟冰沙，马上打果汁，对，打好，就是、完全就是水果，新鲜的水果来做的水果，哦，冰棒，对。这个太特别了，哇！所以我们这个品牌维果粒是不是 fruit and vegetables？ 对对对对，我们的这个、哦、我们这个直播啊，应该有很多台北的朋友，对不对？哦，有啊有啊，台北的朋友，刚才那个正华就在台北啊。你想要吃是什么口味？台北有办法买吗？他们在里面可以买得到？现在在故宫里面呢、啊。啊、哦，台北故宫里面。故宫才有啊，台北故宫啊。对对对，里面有。对。哦，也是用这个品牌叫维果粒，是不是？对对对对，都是我们出去支持一家别无分号，也没有仿冒品。对，就是维果粒。就你们家经营的，你们经营的。啊，这个是我跟朋友的创业。哦，你们创业不是老师的专利，不是老年轻人的专利。你们也创业啊？对。那你这个维果粒，这个水果冰棒。
上哈，这个多久了？你在市面上这样多久了？这个是去年的八月份，算新的东西，对，很新的。可是它究竟是要做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云林县是全国三分之一的蔬菜的产地。哦，在云林。对，云林有非常多的水果跟农产品。是。对，可是云林县的这些好，哦，就是云林县的旅游，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我们今天希望有机会，对，可以在故宫里面买到。那也可以呢，在云林县买到，对不对？这是代表云林县的一支冰棒。哇，这个我以你为荣哦。那我一想到，我问你啊，这个这种维果粒水果冰棒，你们目前开发哪几种口味出来了？哦，我们现在有五种口味。五种啊，五种。对对对，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讲隐藏版在哪里。好啊，好啊。对，好，五种口味都是混搭水果冰棒。是。对，混搭呢，就是用两种以上的水果下去搭。像老师这边呢是芒果跟西瓜，对不对？对，这支叫芒果西瓜，西瓜芒果。哦，西瓜芒果。那还有四种有什么？对，有火龙果冰棒。哦，火龙果可以哦。我们的火龙果啊，是选择有机的红火龙果。哇，对，云县北港第一个有机农民翁继兴翁大哥的火龙果，让我们来做火龙果冰棒。哦，火龙果冰棒。对，里面火龙果有加凤梨，有加白火龙果。哦，对，两种以上嘛，对不对？对对，所以它叫火龙果冰棒，可是不是只有火龙果哦。哦，还有个凤梨或者是白的哦，火龙果。对，然后翡翠柠檬。翡翠柠檬，对，柠檬我就知道，那个翡翠是什么东西？翡翠其实它颜色非常漂亮，像翡翠一样，就是它是它，你想两种以上，对不对？那有什么呢？有柠檬，对，有香瓜，啊，香瓜呢，有时候我们也会用那个网纹香瓜来代替，嗯，对，就是用两种以上，在云林都是产地，都是产地，用在地的啦，哦，很有创意。水果就是真的是经营不易啦，就是像柠檬呢，其实要不用药的柠檬哦，它就是会有它的天敌叫做那个天牛哦，天牛就是主要会把柠檬的树柠檬树做环状剥皮，它就死掉了。哎呦，这样子哦。对对对对，所以像柠檬要做到草生栽培跟那个就是无毒种植，在云林县它有很多的天敌，所以柠檬最大的产地呢，不是云林就是屏东啊，在屏东哦。那，我们是云林出发的，要选云林。哦，从云林里面来选柠檬。对对对对，所以柠檬加香瓜。是出新滋味，是，对不对？因为以往哈，哦，我不知道有这种新鲜水果的这个冰棒，我都叫小孩子不要吃冰棒。是，我自己也不吃啊，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吃着把色素吃进去了。哦，对呀，啊，哎呀，很可惜，对。对，所以你很有创意的维果粒。我问你哈，哦，我问你，你在研发这样子的哈纯天然的水果冰棒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有失败过吧？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嗯，我跟维果粒冰棒营业的合作，当然研发另外有我们的研发的就是团队，对对对对对，嗯，好，那本身呢，当然有克服过很多的困难，是，对，因为一般冰棒最容易做是什么？就是一颗水果，一支水果的口味。哦，容易做，就是我们叫单一的水果。对，啊，所以像那个朋友们都会说，就是，水果呢，它只要把它打成果汁下去冷冻。对，可是你是两个颜色的，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它是两个颜色，好特别哦，它怎么会混在一起？对对对对对，这个制作的这个秘密，这特别漂亮啊，对不？特别漂亮啊。对，所以我们这样讲哈，哦，这冰棒。哦，我们等一下也会回答一下宰配的问题。啊，有没有宰配？对对对，好，我们先说明一下。哦，冰棒这个部分，我们不是像一般的贴皮，贴皮就是贴了一片水果在里面。好，那一支冰棒呢，要卖60块、70块、80块，在台北卖到90块的冰棒，我还看过一支120块的冰棒在台北。对，所以我们的做法呢，不是只为让它好看，你看我们的漂亮，对，纯粹水果，真的漂亮，新鲜水果的颜色，嗯，因为一做完马上就冷冻了，新鲜水果颜色，所以眼睛你可以看得到它漂亮。嗯，然后吃的时候呢，你第一个打开包装，你就闻到水果的香气。你现在包成。是闻到的哦，对对对，打开包装的当下，你要不要看一下？看一下，对对对，我们让汪俊老师。我平时真的不吃冰棒的。对，就是我是说，我真的，我长那么大，年过半百了哦，我真的必须听到。是，对，如果好，我真的会好好的推荐的。
我们等一下吃，让托教老师这个不吃冰棒的来告诉我们吃冰棒的感想。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就觉得，哦，它整只那种水果冰棒真的，我看你真的很美观，你真的很美观。你靠近闻一下，到底有没有香气？哦，我们没有套招嘛，这是今天你第一次知道。我跟你讲，真的是有，真的它有香气，真的淡淡的水果香，真的。那如果仔细闻，鼻子灵敏的西瓜会闻得出什么是西瓜的香气，芒果的香气会闻得到，夏天盛长的水果。真的，我跟你讲，各位，我是Tony Chen老师哈、哦，这个真的好特别。以前吃的都是色素的冰棒，对啊，我知道以前都是色素，所以我不吃啊。啊，真的好特别哦！我闻到了，真的有水果的香气，真的。吃冰棒的，有些人吃得快，有些人吃得慢。嗯，哦，那当然我是属于吃得快的那一种。我是属于吃得慢的。对，吃得慢的，当然你会舔它，然后会吃它。最害怕就是说吃完之后觉得口干舌燥，会有一种后面有一种化不开的味道，那是不舒服的。是，对，天然的冰棒，我相信你吃了之后，你感觉不一样。哦，这个是在口味上我们也做保证的一件事情。对，那保存期限呢的问题，冰棒哈，其实大家买回去几乎是一个礼拜之内，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就把它吃完。对对，所以冰棒你去外面看啊，就是很多冰棒它的有效期限写2年。嗯，对，我们的有效期限目前是写3个月。真的是有芒果的感觉。对，所以纯粹的水果冰棒，吃到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就跟台东的橘子花莲有一个叫正当冰一样，我们到时的里面来做一支真正的没有添加物的一个冰棒，蛮感动啊，对啊，很感动。对，那所以云林县不是后面讲，云林县是真的有很多朋友。你要等下上电视，要让人家知道，没有我们家不知道呀，因为冰棒离我已经很远了。我小时候吃都是吃色素，我跟你讲，我至少有20-30年我没有接触过冰棒，我也不会想要，连看都不想看。对，真的，我冰棒我绝对不会看，因为我觉得那都是色素。我没想到真的是这么进步了。对啊，我们讲讲看嘛，因为我跟静心老师在宜宾这边的理念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在卖冰棒呢，对那只猪来说呢是没有太多的利润，冰棒是一个便宜的东西，是，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是理念的结合，对自己的故乡有一个情怀。对，因为真的想要找出代表自己的家乡的一个产业，对，然后真的好的食材，大家吃下去之后，真的会觉得非常开心，蛮感动。我跟我们这个曾永明呢，有没有？我们拍一张照片哈，有汤林倩热情的推荐，还是可以哈，大家把照片寄给你。3、2、1，好，我们再拍一张，再是3、2，谢谢。对，现在有没有炸鸡？如果观众朋友想要买，我们有1500位观众朋友，他们想要买有没有办法炸？我们现在哈，脸书只要搜寻“回果粒”，回忆的“回”，然后水果的“果”，然后一粒两粒的“粒”，回果粒，到脸书上面。留言哦，我们一盒跟一箱都有宅配的办法。嗯，对，那当然省运费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就近，在我们每一个乡镇，你可以在脸书上留言问我哪里买得到。对，好、哦，就是大家集就是当然你可以合购，就是几个人集一箱，然后大家一起买。嗯、对，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县市都买得到了。对，吃冰呢就是要吃好吃又方便，对，那最重要是要健康天然，对，健康天然，就是健康天然很重要，它好吃啊，对，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啊，你就好像在吃水果那种感觉，你就把它想成在吃水果，其实它就本身就是真的是水果，真的是水果，而且是属于我们独门的创意，独特的创意，两只水果把它搭成一只冰棒，这个是它很特别，那请问价位呢？价位吗？价位价一只要多少？对，刚有故宫的朋友说故宫有在卖，对不对？故宫一只卖49块，对，一只冰棒卖49块。那我们的价位呢？以水果冰棒的价位，其实不管你去上网访价，我们经得起比较。是，对，水果冰棒的价位从30块到60块之间都有。对，所以不管你在哪边买，
它是属于一个合理的价格。一定是因为它是纯水果哈，那个正华，它不是色素。啊，如果跟你买呢，你大概你这边卖多少？跟我买，我直接他们跟我讲，我直接跟你订，他卖多少？我跟大家讲，我今天借的通讯老师的直播，对，我们一盒原本是420元，里面有12支冰棒，420元，那我们今天399好不好？399一盒，对对对，好，那这个是直播我们今天的优惠，对，那运费的部分呢，我们是一直都是采用5盒免运，对，5盒就免运了，对对对，他们就吸收啦，399啦，对，399，对，一样5盒免运哦，原本是420块一盒免运，今天就3995盒免运，蛮特别，对对对对，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是跟我们买冰棒哦，我们还会在里面附一些我们刚讲隐藏版的冰棒，在外面买不到的。我们有做那个芝麻冰棒，对对对对，芝麻冰棒有芝麻独特的香气，对，我们还没上市，对对。然后我回去呢，跟我们老板商量一下，对对对，大家赶快下定，买满5盒的哈，我们再放芝麻冰棒好不好？好特别哦，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给足优惠，优惠有两个，一个是399，一个是如果大家一次下单都是5盒5盒的话，我们上面就附一支芝麻冰棒，变12支加1支哦，13支哦，哇，就多一支，对对对，好，这是隐藏版的优惠啦，就是说，水果冰棒并不是一个高利润的产业，对对对，它成本非常非常的高，那。只有偶尔呢，在特殊的节庆啊，跟特殊客人跟店家的合作，今天在那只猪里面消费的朋友，也同样享有这个优惠。对，就是我们只要有买冰棒，我们有买有送，对，偶尔你还会抽到再来一只哦。对，还蛮特别的哦。哇，你们这个棒子好像也有图样，是不是？这是什么图样？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 logo。真的、冰棒棍上面有 logo， 我们在仿冒的。对对对对对。我说我可以理解，你觉得融化不了。所以在斗六的那只书啊，其实很适合大家，如果有经过云林。甚至不要说经过云林来云林玩，你在哪边吃，在斗六的那只猪吃饭，那、你也可以在这边买到我们的水果冰棒，对不对？先买就49块嘛，他说。49块是在故宫里面的。在这边买呢？在这边买。这边订多少？对不起哦，我刚才没有说明得很清楚。我们在云林县有推产地价。这边啊？对，我们是这种而已、对对对对，才35啊！在云林县买35块啦，真的、因为我们是云林县代表云林县。想要推这个体验嘛，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跟我们的伙伴们、跟老板们就是商量这件事情。云林县有产地价，在云林县的每一个角落买到我们的回果粒冰棒都是35元。你说这合理啦？这真的合理啦。对，我们其实结合了一点点日本的精神嘛。日本你去产地买东西是有对当地人或者是当地人去买是有回馈的，可是你去机场买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大概是这样子学习地方创生，日本地方。我跟你讲，我大概有40几年我没有吃冰棒，我跟你讲。有没有想要再一次？没有一次就行了，我真的今天破例了。对对对。可是他们的冰棒真的好特别，真的维果粒，大家告诉大家，谢谢啦。那我今天学到你们这冰棒还有字哎。对，他们有维果粒有这个字对，原来你就是不要让人家模仿哎，是，这个是你们好用心啊，产品的一个部分，对，其实我们就是用心开发产品，然后所有的产品从维果粒目前出来的都是所谓叫做无添加物，然后用做最纯粹最自然的方式去呈现食品的味道，很用心啊，真的，哇，我真的很感动哦。然后呢，真的是今天呢来采访呢我们的那只猪我们的那只猪这个咖啡，我们的食房也无意中遇到我们曾永明呢跟我们介绍，哇，这种好特别的维果粒，好，我们的冰棒，哇，我们的熊熊，泡泡熊你好，我汤丽娟老师，嗨，泡泡熊，哇，嗨，
我们节目呢三点到五点啊、哦、也接近尾声的，也谢谢线上的1605位贵宾啊、哦、最后1605位的你们什么要再说的再给你说，那我准备要收播了，有没有什么要再跟我们说的、哦、好，今天谢谢大家对这么跟那个就是通力券老师，然后也支持我们就是在这边有这个直播机会。那做食品呢，其实本着一个良心，不管是做餐厅还是像我以前做这么多的友善土地的农产品，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我们的理由包含希望这个土地上每一个产业可以永续下去，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吃到又健康，然后吃的不用担心食安的问题，风暴可以在我们这些最基层的人身上，我们不是只是做为了利润的事情，对，可以让好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可以吃得到。那做好东西虽然有点困难，可是有通讯老师支持我们，谢谢，应该的，我也爱台湾，真的，我也爱健康，对，然后今天其实在做、就是收看的所有朋友都知道说云林县不是代表一个工业，云林县其实是代表农业，农业了，对，三分之一各位是桌上吃到的蔬菜、哦、你们可能吃到的凤梨，对，好吃到的文旦跟柚子都来自云林，来自云林，对对对，哎，好吃的水果在产地本来就都比较便宜，如果各位有到云林县的脸书的一些群社群去看，哎，你会发现说水果怎么这么便宜，对，因为产地的成本，当地人当地买，哎，这些运费的成本你都看不到，对，所以好东西在云林便宜又好吃，很棒哈、哦。那到台北也许它增加了运费的成本，是的，可是今天在台北大家有机会吃到，对，然后大家透过通讯雀老师今天又知道一个水果冰棒的品牌，哇，我这也知道了，叫维果利，对对，啊，大家又知道我们这个西班牙料理。啊，是，对对对，那只猪，哎，就是，寻幽访胜来到我们的云林县，来到我们斗六市，刚讲我是斗六人，对，在这边诚挚的欢迎大家来到斗六来做客，对，谢谢，可以有机会认识我们的就是静心老师，有静心老师，对对对对对，刚刚大家都有看到他哈、哦嗯，谢谢谢谢，然后呢，老师也再次的呢。啊，要再热情的推荐，我们在斗六市中正路128号，我们那只猪啊，这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食房，也谢谢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也谢谢我们呢曾永明，谢谢你给我们介绍这么特别的维果粒啊，纯天然的水果冰棒，欢迎大家到脸书上面啊，帮我们按赞那只猪维果粒。谢谢大家，告诉大家，谢谢我们好看爸爸照，下次见喽，拜拜，谢谢，拜拜。金老师跟大家说拜拜啦，好，好，老师，谢谢，拜拜，谢谢，谢谢。